本已受之。曰：紧急分袭姑孰，执淮南太守文成侯宁，遂至此湖。于是诏以扬州刺史宣城王大器为都督城内诸军事，都官尚书杨侃为军师将军，以赴燕南浦侯推守东府城，西里公大春守石头城，轻车长史谢喜守白下。 PG 549。继而景至朱雀行，萧正德先屯丹阳郡，致仕律所不与景。